这是拿铁，对。好黑，好黑，好黑。我下去喽。再挡点灯。怎么把我的两灯让进去？这可以吹头发吗？帮你擦一下。你别动就好了。如果大力，你跟我说啊。帮你遮一下太阳。其实还蛮紧张的，吹风筒一直很热，我就怕吹痛他头皮。你胖跟我说，胖跟我说，没有人给我吹过头发，他的动作啊什么的都很温柔，蛮贴心的。